老师。大家好。我记得大概是六四之前，我有写一首歌叫做《古老的摇篮曲》。一直期望那个海峡两岸，中国跟台湾之间是和平。然后，可是写完没有多久，在1994的时候发表1994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让我为你写一首古老的摇篮曲》，心里感动。生了，我在窗边祈祷，祈祷，不管经过多少风雨，孩子你，你要坚强，因为小生命。你是我们的阳光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咿呀哟啊哟，没有饥荒和逃亡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。大吉村没有战争和苦难，一个小小生命诞生了，我在窗边祈祷，祈祷，不管经过多少岁月，孩子，你要坚强，微笑生命，你是我们的阳光。你唱完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咿呀哟啊哟。没有饥荒和逃亡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记你大吉村没有战争和苦难，祖先们堆积臭臭狠狠的快乐，这一切因你而开始，这个世界到江山你沉寂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咿呀哟啊哟，没有饥荒和逃亡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记你花季村没有战争和苦难。六四里面还有人在关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咿呀哟啊哟，没有饥荒和苦难，让我为你唱首古老的摇篮曲，记你大吉村没有战争和苦难。希望是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其实
我觉得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准则啊。我一辈子从年轻到现在，然后我们台湾是比较幸运，是在三月学运，是在六四发生之后，然后我们避开了这个苦难，然后那中国是六四，那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，就像我们的二二八一样。我想在那个刘晓波被抓去关的时候，我那心里是很不准的，台语叫做狱，华语叫做狱卒啦，啊，台语叫做不准，我心情很不准。然后后来接着不到一年，那个艾薇薇又被抓，就在那个礼拜，我写这首歌，叫做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，听听看。欺骗了，不要
要走回头路，我要领那宪章，我要自由。来，红山啊，到底多美。